三字头仲可以上车嘅新盘，由佢由宝星、奇士同埋市建局合作发展嘅土瓜湾单栋楼骏汇，首批推出51伙，折实均价19,151元，最平单位系6楼 A 室，245尺嘅开放式，折实唔使400万，啱啱好可以做到90%按揭，即系唔使40万即刻可以上车。不过只此一伙，其余一律400万过外。如果资金有限，拣其他开放式又得唔得呢？呢、這个同层 G 室一样系开放式嘅设计，但系坐向同埋间隔较为优胜，客厅仲有一大幅 L 型落地玻璃，令成个单位景观更加开扬。不过呢幅玻璃幕墙系要计钱噶，而且仲系所费不菲，因为津汇所有玻璃幕墙虽然较外墙突出300毫米，但系仍然可以被发展商计入可售面积。而 G 室呢幅玻璃幕墙折实直接近26万，占整个单位售价半成咁多。面数睇啊 ，G 室虽然比 A 室多出30尺，但系扣除露台、玻璃幕墙以及 G 室多咗嘅工作平台 ，G 室嘅可用空间比 A 室实质净系多4尺咁大把，但系售价就贵咗100万。津汇提供175伙，玻璃幕墙共占2,886尺，以折实均价计啊，共值超过5,500万，占全盘面积4.6%，比同期开售嘅新地西半山豪宅巴炳顿山仲多。虽然市建局一直强调项目设计实而不华，怕且都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